其實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咧，你睇到佢評核嘅趨勢咧，都係要求學生真係對概念嘅應用係好純熟咯。咁所以我建議同學咧，其實老師應該都有俾噶啦，即係唔同單元裡面一定係有某一啲好核心嘅概念詞咧，係佢常會問同埋經常會評核嘅。基本上你睇翻過去公開試都有噶啦。個人成長的影響啊、生活素質啊、可持續發展啊、全球化呢些概念詞是常問的，咁所以呢啲概念詞咧唔係好多嘅啫，呢啲絕對是同學有能力可以掌握到。咁而按照住唔同概念詞，我建議佢哋不妨可以嘗試儲議題，議題冇得貼啫，但係你答卷二嘅試題嘅時候舉咩例子係你自己嘅一啲個人認知嚟噶嘛，所以你儲例子咧就唔係為咗貼題嘅。草例只是给你答题目的时候你有墨水你展示到别人听，咦我真的懂得很多跟这个概念有关的不同例子去举例、哦、所以他们不妨用概念词做一个主轴，不同概念有不同角度，不同概念词不同角度之下分别有什么议题是有关联呢？如果你说中五升中六其实 有几个月时间才开学，这段期间其实他可以自己做定一本属于他自己的笔记啦，就是不同概念词乘以不同的议题，咁只要佢慢慢儲，我當你一個禮拜儲兩三個議題，其實你諗下，到真係考公開試嘅時候，佢可能已經有幾十個議題喺手。就算你唔係貼中嗰個議題，你嗰啲議題都可以幫你外喺卷二裡面去作答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可以同學而家自己做到嘅嘢咯。其實幾年前，譬如喺卷二考過呢一個嘅新聞自由㗎啦，就考乜嘢因素會影響新聞自由。咁今年卷一其實佢又考翻新聞自由。當然佢今年個焦點就唔係問乜嘢因素影響新聞自由嘅，但係都睇到其實考評局出題嘅時候咧，唔會因為嗰個概念或者議題出過而唔再出咯。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一個錯覺就係、是，咦以往出過係咪唔使温咧？就絕對唔係嘅，佢可以用唔同嘅角度。或者由卷二搬去卷一，卷一搬去卷二，重新去再問一次同嗰個議題有關嘅嘢咯。咁所以其實講到尾，佢都係期望學生係融會貫通，去隨時用某唔同概念去分析唔同議題都有嘅呢個能力，就唔係期望佢哋去貼啊，去諗方法避咗某一啲嘅議題咯。係啊，除咗新聞自由，其實傳統文化佢都係翻炒嘅，我覺得，因為佢以往都問過政府要唔要推行啲政策去做一啲傳統文化嘅保留啦，或者保留某啲傳統文化嘅時候係咪面對一啲嘅困難挑戰啦，就同今年卷二嘅題一咧係好類近嘅。咁但係佢都會再問嘅，不過今年變咗粵劇作為一個切入點去問啫嘛。咁咪即係可以見到咧，其實背後有好多嘅一啲通識嘅概念，其實佢係可以不停咁去再考翻你咯。咁所以我頭先先強調，同學最重要嘅就係掌握到呢一啲佢評核嘅重點同埋一啲嘅相關概念。以我理解，考評局俾嘅指引咧，基本上都係同嗰個政治立場係冇乜關係嘅。佢俾分嘅重點都係同學能唔能夠提供到理據嚟到去即係論證你嗰個觀點。咁至於你嗰個論點本身涉唔涉及到某一啲嘅政治立場或者色彩咧，係唔會影響嗰個評分員去評分。而另一樣嘢咧，其實你睇佢出題咧，佢都唔係要求你去就住某啲政治立場做表態。譬如你睇卷一第三題，咁已經係最多人討論啦，比較敏感啲啦，係啦，就係講香港現時嗰個新聞自由嘅狀況咁樣。咁但係佢要求你講，譬如佢提B 題，其實佢都係要求你講某啲兩難嘅情景啫嘛。佢唔係問你覺得喺政治立場上面你點睇而家政府對媒體嘅影響係點？佢唔係要求你一個政治表態。佢只係叫你客觀地提出一啲例子，而呢個例子係會出現一個兩難情況嘅，但唔需要你去評價邊邊啱邊邊唔啱嘅，唔需要你講新聞工作者啱啊，政府做得好唔好啊，或者係唔同持份者嘅嗰個表現係點啊，佢唔需要有一個政治立場嘅表態噶嘛。所以最重要通識科都係考個同學能唔能夠言之成理啊，用到個資料去作為一啲論據啊等等，咁都係考緊你個分析能力咯。咁所以就唔需要太擔心會唔會某啲論點會低分啲，某啲論點就高分啲咁樣，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咯。